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将为你示范 Tango 的第一段花步小滑轮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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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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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现在我将为你们示范男生的脚步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五二三四。现在我将为您示范女士的脚步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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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首先，男士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女士向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，都点在旁边。第二小节，男士向前走三步，女士退后走三步。四的时候点在双脚的旁边。一、二、三，点。第三小节，我们做一个侧跨的动作，踏点踏点踏点
三四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必须把女生转身。好，一二三四，结束的时候，女生是在男士的外侧，不是面对面。第五个动作，男士后退做一个勾脚的动作，女士做一个滑轮的动作，结束并脚。一二勾脚，三四并脚。现在我们来跟着音乐跳一遍。